1937年8月13日，中日淞沪战役打响。11月11日，日军第6师攻占青浦，禁止苏州河岸。南市中国军队奉令撤出阵地。上海市长于洪军发表告示民书，沈痛宣告上海沦陷。同日。 陈天放教导团受命担任第101集团军后卫团，掩护全军后撤。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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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撤！团长，后边已经没有人了。 这就是大溃败！追击的鬼子先头部队离我们不过1小时路程。鬼子有多少人？100多人。100多人？这叫什么事儿？100多鬼子追着我堂堂数十万国军跑！ 到前面的隘口，构筑工事。无论如何，都要给我撤掉这股小鬼子。是。
安排好兄弟们之后，马上到司令部跟我会合。明白。 帮我摁着点，快！兄弟，忍着点，想着杀鬼子就不那么疼了啊！忍着点。帮他包扎一下。好的。南京一战破绽没结，你现在抓紧时间收拾收拾。等我去司令部报道完之后，我得安排你去武汉，当我母亲那里。那你呢？我是军人，我必须要留在南京。我是护士，我也必须要留在南京。别这么任性好不好？我没有任性。 你能活着，真好，我怕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傻丫头，我有跟你说过，我不回来吗？随后，答应我。 一定要去武汉，啊！你有做军人的职责，留守在南京。我有做护士的职责，照顾病人。我不去。护士长，不好了，15号病人又大出血了。子红，子红，子红，小心，快过来！ 教导团长陈天放，奉命率教导团返回南京。伤亡情况怎么样？阵亡17人，伤63人。坐。你先下去。是。天放，南京恐怕马上就要炮火连天了。老师。 天放誓与南京共存亡。现在有个艰巨的任务要交给你，请老师下令。北平的伪自治政府在日本人的扶持下马上就要成立了，为此，委员长非常恼火，他亲自下令，务必在15日之内除掉这些汉奸卖国贼。我得到的命令是。 我们集团军派一支行动小组去刺杀北平的治安总长兼华北总司令李顺天，军特工部的杜岩他提议，由你率行动组执行刺杀李顺天的任务。天放保证我完成任务，只是有什么问题直接说。我保证干掉李顺天，但是干掉这一个李顺天。 依然还会有第二个李顺天，第二个伪治安总长，会有的。不过，李顺天的下场对那些汉奸卖国贼会起到很大的震慑作用。你完成任务之后，就不用回南京了。集团军特工部已牵制汉口，你率你的弟兄们到特工部待命。我们军全部撤至武汉吗？
只有特工部去了武汉，其他的弟兄们留在南京，跟我参加南京保卫战。老师，完成任务之后，您还是让我回南京吧。天放誓与南京共存吗？ 这次任务虽然是九死一生，但凭你陈天放的能力，一定会完成这个任务的。这跟南京是两码事儿。我知道，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可我不能让陈家这个独苗毁了。党国不缺你这样一个卖命的。可是我这是命令。 这是军统局和特工部给你目标准备的所有的资料，去吧。 行，你先去忙吧，把门关上。是。宋博啊，好久不见了，好久不见。来，坐坐坐，来。怎么样？你这边的情况还好吧？3日内进入牛首山阵地。牛首山阵地？嗯。你那边什么情况？我刚接到的命令。 去北平刺杀黎顺天，太危险了，能不去吗？不能。为什么？如果党组织还希望我能够继续潜伏下去的话，我就必须要去。再说了。 危险的事儿，我干的还少吗？可就算你杀了他，你又能……我知道，我跟他们说了，但是没有用。天放。 上级指示我们进入冬眠状态，很可能很长时间不会给我们下达任务了。明白。务必停止一切活动。是。你是不是觉得孟随红有些倾向我？ 不要贸然争取孟随红。好，还有，不要发展任何下线，也就是说，跟你有组织关系的人，只有我一个。那你，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是不是想说，如果我死了，你这根线就断了？那我告诉你，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 跳到麻算吧，能别说这些吗？说点正经的。我说的很正经吗？如果真的是那样，那就得看你运气了。那就是说，
我得保护好你这根风筝线。你保护我？哼，咱俩谁保护谁还不一定呢。好了，到了北京一定要谨慎。嗯，放心吧。完成好任务，我要回来保护好你这根风筝线。 放心，我会尽量轻点儿。小红姐，疯子，有事儿？啊，我们头公务在身，托我约你晚上在河岸咖啡厅见面，7点啊。 你不是不喝酒的吗？发生什么事儿了吗？没什么事儿，但是有些事情即将发生了。来，随后，为了抗战的胜利早一天到来，干一杯。 是想把这瓶酒都干完才说是吗？好，来，咱们干。随后，南京即将成为战场了。这个我清楚，应该把南京说成是微潮之软。 更准确一些。真没想到，上海沦陷以后，上百万的国军居然不能有序的撤退，甚至溃败至南京。要是共产党的军队，绝对不会这样。有些话不能随便讲，此后我不想让你的安全受到任何的威胁，知道吗？哪有那么严重？ 随后，我明天就要离开南京，执行一个新任务。这个时候离开南京，去执行任务的话，那这个任务一定很危险了。越危险，就表明任务越重要。那你一定要小心。放心吧，不把鬼子赶出中国，阎王爷是不会收我的。 说的对，我虽然不知道这条路有多长，我们还要走多久，但是你刚才说的对。所以我现在接到的命令是完成任务之后直接去武汉。你也抓紧时间收拾收拾，到武汉去我母亲那里等我。我不能走。为什么？因为我的职责。职责？ 你做护士的职责吗？是。
最后，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我没有。那你必须要走。我不走，我不怕。但是我怕。有时候，我们面对未知的未来，都会害怕，但是我们必须要勇敢地去面对啊。 这就是我们这回行刺的目标。现在已上任伪治安总长兼华北治安总司令李顺天。这个李顺天，自从宣布上任之后，便住进了六国饭店，而且从不出饭店一步。根据我们的情报和侦查，日本人为了保护李顺天，在他住的饭店周围布满了特务。这个李顺天，很爱吃北平的小吃。 像豆汁儿啊、焦圈、炒肝之类的，他会隔一两天就会让饭店的服务员给他送小吃到房间。这，就是我们唯一干掉李顺天的机会。明天六点开始，柱子，你全天候准备去拦截给李顺天送小吃的人。嗯，我会在同一时间扮成酒店的服务生，柱子一旦拦截成功，便由我以送餐为名进入五楼李顺天的房间，屋里所有的人。 由我来解决，疯子，强子，你们也准备化妆成住饭店的客人。看我一旦进入五层之后，你们即刻潜伏到四层。以我的枪声为号，你们必须要迅速解决五层所有的侍卫。之后，我们就从走廊尽头的窗户立即逃脱。有问题吗？没有，没有。柱子，小车交给我之后，迅速开车到饭店后的胡同口。随时准备接应我们。是。这次的行动关键。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出手时机，不能有半点失误，否则，三分钟之后，日本的宪兵队将会把整个饭店封锁。都明白了吗？明白，明白。各位监房，先生您好，请出示您的证件。 送小吃的，搜一下。哎，手机去。怎么样？没什么。待会儿给弟兄们送点过来。哎，是长官。走。哎，站住！今天怎么是你来送餐？ 回长官，小张得了肺炎回家了。走吧。是。长官。 Thank you.
先生，你是谁？你！什么人？专杀鬼子和汉奸的中国人。完成了，疯子，从现在起，你接管特别行动小组，带领柱子和强子回武汉军特工部报道。那你呢？我另有任务。涛儿，要说这干活你是有一套，可这撒谎可就差点了。什么意思？什么什么意思？你这不明摆着要出去干什么事吗？怎么不放心弟兄们？我什么时候对你们有过不放心吗？没有，闭嘴！你肯定又要出去干一些挺危险的事吧？这才打发我们。强子说的对啊，你要是真拿我们当兄弟，就带着我。你们哪儿那么多废话？执行命令。是是。好，马上会议。好的，收到。天放，你怎么回来了？老师，我觉得当下的南京才有学生的用武之地。坐，快请坐。坐，坐呀。这次的任务完成的不错，不仅我要嘉奖你。军统的嘉奖殿已经到了。老师，您是知道我的，我对这个不感兴趣。怎么跟你爹一模一样？好了，说说你对时局的看法。淞沪会战之后，我国军将士抗击日寇，情绪之高涨。我在想，如果我们的最高指挥官能够指挥得当的话，我相信我军定能坚守住南京。委员长已经退至重庆，主战派和主和派各自为政，上上下下人心惶惶，各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淞沪会战，我们调集了百万大军，尚且失败。现在南京的兵力不足八万，难呐。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正此国难当头，天放就算以身殉国也在所不辞。好，既然你回来了，就把你和你的行动组编到集团军的督战队。从现在起，你就是督战队的最高长官。记住，你的任务就是督战，谁如果往后逃，杀无赦，你自己不能拼命。记住，听天命，尽人事。你明白吗？明白。怎么回来了？
我是命令你们去武汉吗？都是疯子的主意。。翠红，天放，你怎么回来了？怎么，不欢迎我吗？你正经点行吗？我有不正经吗？讨厌。思思，哎，帮我拿一下。好的。任务完成了。对。那你现在不用对我保密了吧？李顺天是不是你们干的？是我们。太好了，报纸上一公布，我一猜就是你干的。这里。哎，那你怎么回南京了？你跟我说过，你的职责不能让你离开南京。同样。我的职责也不能让我离开南京。兄弟们，好好养伤，养好伤之后，战场上继续杀鬼子。好，喝口水。组织上让我们做好南京失陷的准备。南京真的会被攻破吗？不知道，但是我们必须有这样的心理准备。明白。不管怎样，没有接到组织上的撤退命令，我们都要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是。从今天开始，你就不要到我这里来了。有什么事情？我会直接过去找你。明白。哦，对了，陈天放去执行的任务是刺杀李顺天。你是怎么知道的？陈天放回南京了。陈天放是个热血战士，我们要想办法把他争取过来。嗯，会的。陈长官训话。各位兄弟们，首先我要向大家强调的是，作为一名督战队队员，我们的肩上肩负的责任要比一般的战士更加重大。在重要的时刻，我们应当有舍身取义、杀身成仁的精神。作为一名督战队队员，我们要做的不光是为了惩罚那些逃兵，更应该提高我们的战斗士气，在关键的时刻
更应该有身先士卒，虽百死而不辞。身先士卒，百死不辞。兄弟们，目前小鬼子就在我们南京城外，虎视眈眈，大战将一触即发。所以，我希望我们都能够以救国为己任，有慷慨赴死这气魄。是，继续训练。进犯，我希望各位同仁能牢记委员长的教诲，应以大无畏之精神守土卫国，至死方休。是。拜托各位务必亲临前线，拿出与日军决一死战之勇气，与南京共存亡。是。陈天放，动！我命令你率领督战队全力督战，有任何畏战逃逸分子，格杀勿论。是，散会。小鬼子拼了！上刺刀！你是不是想说，如果我死了？这根线就断了。那我告诉你，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跳到哪算哪。